娘娘慢点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了吧，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命臣来此为皇上和润贵人通入华夏。 皇帝，皇娘怎么来了？身为君王，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。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。皇后，起来吧。若无你的过分沉溺。 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，你宠爱太过，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皇娘，儿子是宠爱荣贵人，但并不太过。皇娘，您切勿听信人言。哀家还用听信？你都为他做过什么？哀家没看到吗？而且，喝下药去，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。 皇帝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皇额娘在此，您也好好的劝劝皇上，儿臣告退。皇后受委屈了，去吧。